哎，买个狼啊！都是打，都是打，都是打，都是打。放在优质又的女是娃。又是金发女王，有点血卡，看什么输了？哇，这么干吗？干到死，干到死还行。对，你要，既然把你拉过来了，你要做好觉悟啊。这么强吗？你干到死吗？干到死也就一个小时了，好吧，也就一个小时了。已经快完蛋了，我跟你讲，皮皮好像已经有快死了。皮皮已经成皮皮干了，好吧？哇，干到死！哇，皮皮，你是要马上十二个小时了吗？我已经不止十二，已经不止十二个小时了。十点钟，不是三个小时吧？应该对不对？十点钟到现在吗？十个小时。我们从上午十点到晚上十点，已经三个小时了。十二个小时，又是这个队伍，又是那个，又比刚那个怎么说？加油，兄弟，加油！来，搞啊！啥子啊？这还有这个阵容是吧？我是干不动了。哎，这把天啊，十二个小时。这把换人了吗？没有，还是他们。哦，没什么。没需要一个私跑啊？可以。来个祭司，感觉可以私跑。上一把探正射了而已，前进空刀了。要打他一刀的话，其实有吐丝的很好杀的。说白了就是残。佣兵撤，不撤，我要锤，不然他电机就要丢掉了，亏死了。反正就一个限制而已。不交护币，放他修太亏了，不能放他修。看见你了，还想跑？他知道我要承送，他防了一手，他直接溜了。是谁？那你们不完犊子了？你们这局把祭司留下。没留住哦，他们在起点，一个大节奏，嗝屁了，跟三个人全都在起点那边摸，这样吧。关灯啊！
看到了。他爆点还是挺及时的，那娃娃还是得锤掉，这人卖掉了。不用死，存一波，用死的话亏。说是不用，还是用了。哎，你们又闪跑了、啊！无所谓啊。现在杰斯全速修炼机，这东街的有人把他送过来了吗？然后比豆豆会说话，可以可以，性感的小子，学秀学的来弱些，别扯，不好意思，哦，瞎死一盒，学秀学秀学秀，是不是杀的人越多，他给的分高啊？对对对，对啊、杀的人越多，你越你杀一个就加多加一盒。对，多加一分，四跑多也多加一分。小仙女，小仙女还行。
又是这又是他们吗？不是吧，不是吧，好像不是啊，不是坏人，坏人，坏人，不知道是谁，是谁，是谁，B 站的有一个未知的小迷妹，还有张狂的人，不认识，哦，不认识，不认识，不认识，那走一个就行了吗？让艾里斯他就行，走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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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求太多了，太低了吧？走四个好吧？走四个有点高，有点那边有点学高高。开了开了，把大家膨胀了，肯定要被。啊，我在训练，我在训练，我在。我又要去起点，我都是有点不想去，但还是得去。不去的话，那台电机就会丢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送我一刀我不介意啊。我从这边来。开不开？开就对了。惊不惊喜？这你能摸好啊？那真是见鬼了！打算玩。弹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我给你了，给不给？你交不交？二管，这边谁来修啊？去骚扰一下，简直！来，让你救，让你救，救！不救吐你，你救不救？刷了，刷了，刷了，刷他就对了。干得漂亮，给你点个赞。其实有点烦人，他们赢不了了，所以我才敢浪。
还那个打洞。哎，我死了一个。哎呦，歪了歪了歪了，途中的都是前秀了。世纪大战开始了。啊，你自己接的，那就不怪我了啊，自己接了。是不是因为我恶化了，他这个还会影响？没有没有没有影响，没有没有恶化，没有恶化。那为什么感觉好慢啊？没事没事，心理作用，心理作用，心理作用。哎，你们说跑一个，真就跑一个啦。真的跑一个。对对对，说到做到。跑一个是我们的正常发挥。对呀，跑一个不是正常发挥。下马是跑。这不算军工厂要医生了，要打小丑了，我跟你说。嗯，要打小丑就是我，打黑了就是我。真是见鬼了！他们能给个四跑？给个三跑爽多了，先知在集装箱还在跑。我看一下这边小木屋是谁，不知道谁。抓先知，反正他们没结实。哎，怎么是个黑妹？这边拦人，这个丝放得好。
亏了一丢，亏了一丢丢，但还好。不过鸟交了，他们更亏。我算还好的。VIP， 看你们救不救，救还是卖，选一个，卖的，快走，全都在修，没人想救的 ，VIP， 还在修。他这边肯定要浇香水，等就行了。挂了中间修炼机啊，社会院都修了，佣兵没治愈了，最后一台限制的不对，调香的遗产机去骚扰。差很多，修不完。这么慌的吗？好卡呀！哎，再见吧你。哦、oh! ，没了没了没了，闪了就算一闪了，我这个机以后亮了就算一闪了。他没闪现了，到哪去了？到哪去了？大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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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门能补吗？应该不能。这个我们两个先补好吧。这个封印不见罪我。不好意思，就我二零四三，你们坚持走一个就行了。哎、出修吧，出修不好走了，这边死完了，这边死完了，没事，二六四三了。那我还是得救啊。那我就得修无敌法呢，还差一点、啊。得修无敌法，修大门，大门公司大门很多了。他救不了了，救不了。卖了吧，卖了，别救了，卖了，别救了。快走。皮皮修无敌法，卖了，你卡大门是吧？这我可以走一个。对，可以。哪里还有机子可以修？外面 PP 啊，我地方补就可以了。对，啊，留点卡大门，然后 PP 再修一下就够了，这么可以走一个。那我大门，我大房子先别修吧，我先勾引他过来。别，你先修，你先修大门。点就行了，你点一下。快点去点大门，点大门。再抓我 ，PP 再抓我。赶紧吃大门，我直接去了。人类都被爆锤这两边了，好难跑啊，打 PC。我先去大门，去大门。有点脚步往上面走就行了。你先别修。快修我坚持一下吧，坚持不了了，没机会了。我坚持。PGP 上母嘛，我操，挖走他一个闪现。没事，你可以把我的字幕
到拖到了，然后我就可以开电机了，然后我就可以跑了。好像不太现实。现实的，现实的，很快。没了，他已经没了，闪现了，闪现了，没办法，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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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闪现了，闪现了，没办法了。两边的链都被爆锤。拍住了，PC 前手说汉文的，我的可以。这没办法，没办法，无限区太多了，这个无限区。这个无限区太多了，这个无限区太多了。没给点利益嘛，来个黑妹。嗯，有道理。用黑妹，他敢用小丑吗？他锯你一下，断一下。我们为什么要上先知啊？我们直接拿怼黑妹啊。两个先知加一个黑妹吗？你敢？他敢拒你吗？就是，对对对，队友说的好有道理哦。我来玩黑妹啊！我先玩黑妹。又是他，又是他，赢了赢了。又是他们，又是来插插插插起来，插起来。就是他们的。来黑妹，又是他们的。可以可以。打完 ITC 插起来，插起来过完 ITC。草对面肯定是祭司，这边有个人撞脸了，是个佣兵，我不信，可能有两个人，果然是两个人，还有一个祭司，我有点崩了。加速，该加速了，不然要木马了。还真的绕起来呀，打不出去，探圈了。他跑不动了，应该死了。把鸟叫出来，不交上。鸟交了，结石点的。哎，这个石。怎么蹭不到三层加速啊？行了，然后这边我不知道有没有卡高兔啊，试试。nice， 这边蹭一下，左挥一刀，右挥一刀，他就上当了。没人敢救了，这个人要卖掉了。我等我打汽油刀，三层加速的汽油刀，这个人死定了。谁救谁死。还真敢来啊！啊！挂了吧。
蹭一个三层加速，准备传送，把那娃娃打了。不过先首先要等他们二挂，不然现在船万一被捞了，那就没了。传吧，反正他赢不了，我不想是杀三个。让他救。他先肯定是先救先知，然后是佣兵。不救吗？这么无情的吗？地下了呀！还是让他溜了，特地把他娃娃打了，他都不救。秒救，这波肯定要秒救了，撞他！皮皮在干嘛呀？皮皮怎么在跟自己跑木马呀？哦，是补电机算。大心脏了。揍他呀，揍他！秀！后面还有几个猴啊？秀啊！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虽然三杀啊，不对，虽然跑了一个地窖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。给他个鸟，给他个鸟，有鸟吗？没有鸟，但是有猴子。传送了。来了来了，黑妹这个时候来了，要揍他了。你讲吗？你讲吗？你讲吗？走位，走位，走位，走位！哎呀，没了，走位！打出去了，打出去了，打出去了！跑跑跑跑跑跑！爬起加速，牛逼！秀！夸我，夸我！说死跑就死跑啊！绝对说死跑就死跑，绝对不少跑一个的好吧？可以，秀秀秀秀秀秀秀啊！不吹牛逼啊！说实话就是吧，秀啊，夸我夸我，还得杀几个啊？啊，跑地窖了，那个人不救人。可以，可以，三个走个大门，最后跑了地窖是吧？我懂。哎，对。跑。哈利。激动了，激动了，激动了！不知道为什么我手好痛啊！给我吸出一只鸟了！韩亮，你知道这里痛是为什么吗？是我走厉害，玩手机玩久了是吧？啊！啊！手痛，你们想什么呢？我一说手痛，你们就说撸多了，想什么呢？哇，好惊险，好刺激！
有点学识。哦，好像是哔哩哔哩和斗鱼的。你谁啊？头鱼啊，对头鱼啊，头鱼打人类吗？不头鱼屠夫，这边是小丑用兵了，你不是用兵了，打小丑要用兵吗？还是小丑啊？那个还是头鱼黑妹啊，鱼种受不了，那披荆就战我了，受不了，太难做了，鱼种。应该不会玩秒切这一招吧？我靠，真来！打杰克，哎，想换个插眼来着，无所谓了。军工厂不能用蜘蛛啊，那个窗户翻的蜘蛛要比平时屠夫慢，他是吃亏的。看见一个先知在跑，还在往前跑。先知唯一的好处就是他知道开局是什么屠夫，不会撞脸，这是先知的优势。被防了一手，他没加速了。偏执鸟传送，那看来没必要骗了。开局空了一个无刃，导致后面不知道溜很久啊。这么多鸟吗？我觉得他自己也吸了一只。这可不好打呀，除非能打个恶影出来。把这个人放走。我在看什么误认呢？啊？没了，释放了。
不点吗？走第一脚。还是不能用杰克，因为用杰克如果误认空了整局节奏就崩掉了。蜘蛛还是稳一点，但是要带个张狂，要么风霜张狂一起带。哎，差点没了。你要不然的话，他一旦蹭个实体刀就完蛋了。快修好了，马上有点压电机了。这边应该是在装推进器和战头，应该带着闪现，可能没有那个，对，没有一刀斩。卖了吗？我这边是平局啊，他们想卖吗？应该是在蹭那个蹭猴子。他想打经验斩。闪现交了，这边直接揍他一下就行了。哎呀，揍得太早了。跟不来，跟不来，他都准备绕过去了，他绕到你门口了，然后把你打过去了。没办法，没办法。谢谢可乐四十个油门，感谢大可乐，没事没事，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。圆头炮，我感觉整掉就可以。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他闪现了。只要是我他妈说的，三台。还是他们，还是他们，五遍。还是他们。对。好，很好。刚到底是怼人还是骗鸟呢？想一下吧，怼人吧，
怼人吧。佣兵，先知的是要交的好快啊，哎，怎么就被盖了呀？完了，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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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游戏结束了。偏火币去，还是被补开了。也好了，这人不好拦啊。哎，你这个闪现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明明视角是对的那边啊，怎么闪不过去了？哎呦，我四跑了，这就非常尴尬了。
啊，队友能不能给点力？两波蛇皮闪，直接游戏结束了。哦，队友吃饱了。哇，打得好艰难呀、啊！哇，这 PCG 太猛了。虽说你们三跑了，但还是输了。问题不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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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问题不大。又什么多少分？几点的呀？这个东西，11点，11点就马上结束了。八车吧，差不多。还有两把吧，还有两把结束了，估计又是又排他们吧。如果他秒排的话，我们还能打两把。对，秒排的话，真是太干了，太干了。这是 B 站的图吗？嗯，不知道。不是不是不是，好像是路人。路人吗？路人。对，路人。好惊险。我这个阵容中的律师还有个园丁，这是干嘛呀？我没打中，生产线了，弹了一手。
我到头来省陷海又是省到的，干嘛要省闪现？又是局不好呢。三千只的话，我可以用一手爱哭鬼啊，其实可以，至少也可以练一下。这个闪现的话，人那个时候我也不用插刀，还挺方便。不叫吗？撤了。带着种心，差一点。联系。哎呦，完蛋！他就是闪现，他刀太短了。每次都这样。不是他还贪啥呀？门开了你还不走？
末班车了，末班车了，末班车，末班车，是啥意思？末班车，末班车，末班车，太强了！怎么我感觉今晚咱们是原地踏步嘞？安将，安将不是人皇吗？嗯，不一定。然后他打屠夫了，人皇也有一颗屠夫的心。可以。艾莉要打人类吗？我都行，我都行。可以，可以。那行吧，那我最后一把我来打一把，你得看有没有车啊。啊，算了，我们还是赶紧快点，赶紧准备吧，准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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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车吗？应该。快一分钟，一分钟，一分钟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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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帽子帽子帽子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哎，帮我扫，我感觉没有。有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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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也得看排不排得到啊。来了，哇，又是鱼总，还是他们，还是他们，哎，头鱼头鱼头鱼头，鱼总鱼总，是吧？啊 ，PC 去 PC 去 PC 去，哎呦 ，PC 太恐怖了 PC。用蜘蛛也赢不了，用杰克也赢不了，那就打把小丑吧。完蛋，完蛋！先败名裂，太久没玩，站都站不上去。简而言之，菜。哇，他当然直接走的嘛。
最后一个推进器了，看来你没治愈了。它是被磨起来的。跳，我这腿了，我没推进器了，我很尴尬。拖传送。又被淘汰一个推那个那最后一个推进器不应该装。应该留着。我也只能保平了，我要挂了这个先知，他就跳地角了。
能太乱了，都没听清，都能听明白我说什么。没听清，我这个。我们去救之前我就说了，我就说 PP 救了之后赶紧回去修啊。然后小铁说豆豆之后，豆豆亮了之后，我就说你赶紧去修船头机，嗯，我就说了。你们一个都没跑吗？哎，又被刺杀了，机场机场。对，我。哎，我打一把上是不是没上分啊？好像是，我看一下啊。没有，原封不动的。啊？哎，头鱼第一，头鱼第一。头鱼又回第一了，头鱼吃了我们三次吧。